大哥打电话了。喂，干什么？大哥，我在吃屁屁糖，也不知道这是谁发明的，叫做屁屁糖。好了，先不说了，挂了。打开吃了它。你们觉得屁屁糖是甜的还是臭的？我来替你们尝一下。终于打开了，肯定是甜的，我闻到水蜜桃的味道。屁屁，像不像安心？这也有一个，我们先不吃。这是一包跳跳糖，撒在屁屁上。交给，这是灵魂之子，交给。哇，太爽了！剩下的渣渣也不能浪费。哇！这是榛果味，屁屁真好吃。完了，屁屁生病，忘了给他打药，我吃了，直接打嘴里面吧。太爽了，拜拜。